喂。荀宇轩。怎么了，老大？哎，赶紧报警！老大，荀宇轩出事了！老大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宇轩被绑架了，他和孟宇在一起，你赶快报警！什么？哎，顾总，马上就要签约了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抱歉了。啊？顾总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荀宇轩跟孟宇可能出事了。什么？不要声张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走。我们赶快先去报警。先生，签约可能要取消了，顾总不知有什么急事，匆匆离开了。那是谁派来的？你只有一个选择，终止和野御园里的签约，否则你妹妹的艳照明天就会出现在网络上，她的星族将会彻底毁灭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那得看你们兄妹之间的情谊有多深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他们在哪儿？顾总，稍安勿躁，也不要报警。过了丁夜，你妹妹就会安全返回。不只是我妹妹，另外一个女孩也不能有任何危险。哎，顾总，我家宇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被人绑走呢？他怎么在这儿？宇轩邀请他参加酒会，我回来的时候正好把他捎上了。哎，别废话了，大老板，我家宇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有人想破坏签约，他们绑走了沐雨，宇轩是为了救沐雨一起被带走了。那怎么办？他们现在暂时没有危险。难道我们就这么等着？当然不是。少杰，把这个交给警察，尽一切努力配合警察工作。听说顾总放弃了签约，到底是什么事能让你放弃你的冷静？我很好奇。快说，人在哪儿？吴彦成，这个疯子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
你别装了，最不想让故事得到竞标的就是你们卫氏。除了你们还有谁？慕雨那么爱你，你却这样伤害他。我不知道，不是我做的。我已经放弃竞标了。快告诉我他们在哪儿！鬼城，如果被抓的只是你那个助理，你可以怀疑我，但你应该相信，我不会把慕雨牵扯进来的。 我可以相信你，但我不会相信卫氏。如果你真的在乎慕雨，你就回去调查一下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马上就过去。你也召集安保部所有人，好。 我跟你一起去。你还愣着干嘛？快走啊！难不成我们只能坐以待毙，等待奇迹发生了吗？收起你们的小心思，安分点吧，明天就能回去了。 谁绑架了我们？谁派你们来的？你们做这个应该也是为了钱吧？他们给多少，我们给双倍。哎哎哎！Surprise！ 是你为金雕奖雕的作品吗？是。不是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为金雕奖闭关这么久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就是想过来看看你。我们出去聊吧。好。 这里一定是卫氏。 告诉雨轩，后头会有麻烦的。反正明天就能出去了。雨轩，这饭菜看着挺好吃的，过来尝尝。沐雨，你这心也太大了吧？没事儿，反正他说明天就要送我们回去。 相不相信我作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？哎呀，沐雨。
云轩，哎呀哎呀，你没事吧？进去看看，如果是真的话，去找个医生来。来人啊！快点救救他！跳什么跳？大怎么了？你快看看他吧，顾梦雨真肚子痛的不行了。我看。疼！怎么了？沐浴，你怎么了？云生，我好像脚崴了。先跑，云生，你快跑！快走，云生，不要管我，让我哥来救我。站住！站住！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才来呀？警察马上就到了，没想到你自己先逃出来了。对不起，让你受惊了。怎么是卫士雕刻？你能不能先问问你妹妹在哪儿？沐雨呢？沐雨还在那边那个房子里面，还有一个人看着他呢，我们快去吧，走吧。哎，他一个人就够了。你是他哥，这不好吧？沐雨看到他，比看到我开心多了。魏浩东，沐雨就交给你了。老板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了？我想着你找不到我们，我想着我赶紧一出来通风报信，我特别害怕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。我们回家。我们回家。